叔叔们、阿姨们都在广场跳舞，今天我也要跟他们学习一下，走吧。那温哥华教每年挣很多钱，看新朋友，我们国家的老年人也应该向他们学习。我希望我变成老了以后也会这样，像他们一样，天天出去玩、跳舞、交新朋友什么的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